最高的境界，将技巧隐于无形。仲有，你面对敌人的时候有乜嘢感觉？我眼里边并冇敌人。系乜嘢意思？我只系一个抽象嘅字，并冇其他意思。嗯，好，讲落去。我觉得搏斗系一种游戏，但系我系好严肃咁玩呢种游戏。作为一个好的武术家，是不应该拘于形式，而要将武术融化修法自如。当对方萎缩的时候，我就即刻伸张；当对方在伸张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步步小心，处处提防。这些就是以退为进，以进为退。当我在绝对有利的时候，不需要我思考，他自然就可以打倒对方。没错，所谓敌人只不过是一个幻影，而真正的敌人就藏身于其后。你如果能够消灭幻影，就即是能够消灭敌人的真身。你之所谓他，只不过是一个时时被背世的习武者所滥用的武器。几百年以来，甚至在发明枪炮的影响之下，我哋少林寺嘅戒规都从来未曾改变过。啊，少林寺第十三条戒规系乜嘢？徒弟当然记得，作为一个传统嘅武术家，应该对自己嘅言行绝对负责。唉，我都觉得好惭愧。喺我哋少林寺之中，有一个姓韩嘅败类，佢系一个可以成为优秀武术家的稀有人才，但是他用学回来的武功去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将我们的信念思维粪土。你应该知道怎样去挽救少林寺的声誉。你将我传给他的功夫收回来。是，徒弟明白。有人上山找你，你跟他去吧。哦，李生你好，我叫做裴李慧。裴生有什么指教？哦，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哦，裴生请坐。多谢。这里环境不错，请喝茶。麻烦。我要同你倾下关于武术邀请赛嘅事，我相信你一定接到韩先生嘅邀请噶啦。原来呢件事，关于呢件事，站喺我哋嘅立场系好希望你能够参加呢次嘅邀请赛。真系对唔住啦，佩生，请你等我一阵。
好啊，唔紧要。嚟，踢我，踢啦！而家唔系表演，我同你讲过啦。是利用你冷静的头脑。再来一次，嘿，我是说要利用你冷静的头脑而不是愤怒。我们再来一次，阿爷慢啲，好，你放松咗啦。你而家觉得点样啊？等我想下先。唔准想，快啲，反应要快，就好似系直觉咁，将只手指向住个月光。记住，反应慢咗就只能够睇见手指，冇可能俾你再睇到嗰个月光嘅光华噶啦。你而家明白未啊？当你鞠躬的时候，对眼不可以看着自己，是要看着对方。